概三两三天吧，两三天一次，太少了，因为我很累，我很累。有在避，他帮我很多，就是他至少虽然就是在镜头上有一点，有时候让人家觉得不讨喜，就讲到白目白目的，可是他真的就是让我有至少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标要接下一标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喘口气，对，或者是上厕所，那我之前都忍四个小时以上。那有膀胱炎吗？哦有，常常泌尿道发炎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有他之后反而比较轻松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把丢妹接回来，因为。你们都知道网路嘛，他就是因为我就是离开一年，他的触及下降很多，所以我现在在救，所以我很累，就是因为这个实话实说，是因为网路只要你的流量只要停滞一年，然后一年的原本都是百万的浏览率嘛，可是你就是停掉一年之后剩几千，我要救，其实我已经花几个月时间，已经有回到没有像当初那么巅峰时期，可是就是终于就是有100万以上，对，因为其实这个很蛮难的，所以现在你说收入嘛，我是觉得就是我先把流量先救回来。那另一半现在看到你这个身材，哇，完美量有一个大赞，哇，现在每天看你激情啊，激情，你说他哦，没有，他没太大反应，因为我在家里很邋遢，对啊，我在家里都其实很邋遢，所以他没有什么欲望可言。那么多久没有了？不可能多久没有啊？那是小 S。对，可是还是每天都有，每天都有。没有啦，怎么说每天累得要死？一周两三天，大概。两三天吧，两三天一次，因为我很累，我真的很累。突然讲到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他问的啊，另一半，你又说你问了，那另一半是一个吗？我不会，不要，我在避，对，有在避，没有不要。那另一半现在也是在你的公司，目前就是他在北部要开发廊嘛，哦，对他要开发廊，所以他这阵子也蛮忙。北部法廊快要开了，对，就是还在筹划，他自己在筹划。是他自己的独资还是你会加入？就是一起？我应该不会理他哎，因为我不了解，我对这一块不熟，所以他就不当直播，他不跟你直播了。他还是会啦，因为其实他有来帮我直播，我自己觉得我比较轻松一点，对，因为我其实烟瘾蛮大的。然后因为以前就是我一个人独立直播嘛，所以我就是一站就四个小时。对，那表面上大家会觉得是说，哦，他可能因为事业怎么样，所以这样。可是依我来说，就是其实连我爸爸原本是觉得也不太认同，就是越来越认可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爸知道就是我很累，就是他帮我很多，就是他至少虽然就是在镜头上有一点，有时候让人家觉得不讨喜。讲到白目白目的，可是他真的就是让我有至少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标要接下一标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喘口气，对，或者是上厕所，不然我之前都忍四个小时以上。那有膀胱炎吗？哦有，常常泌尿道发炎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有他之后反而比较轻松。对，那你们说有没有要收直播主啊什么的？我觉得因为这个蛮难的，因为一般而言是如果他对镜头完全的畏惧。就是我还要去引领，就是我觉得蛮累的，对。他刚好客串，对。然后刚好他很38，就是也是38型的，所以我觉得也是 OK。那网友对他的粉丝对他的评价怎么样？直播现在嘛，越来越好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蛮贴心的，因为他可能是做那个行业的关系吧，所以他有时候他比较像女生，他蛮贴心的。交往也一年多，你觉得他有什么比较大的改变吗？在相处专访再说啊。你们关注那他现在还算是公司员工吗？还算是我公司。上次不是说他有加入你们公司？有啦，也是啦，现在还是美无丑的员工，还是无丑的，对了。目前为止啊，对。那他有要花钱请你当他发代言人吗？你说他吗？他觉得他很厉害，不需要我。那你觉得就是爸爸越来越认同，那他们会有互动？你说我爸爸跟他吗？因为我爸就本身就是属于我爸，只是都不会理任何人，他只看到我是就是一爱心泡泡，就是他只对我，对啊，对问姐就是啊姐你来了啊就不理他，他只是对我。他
对你男朋友也是爱心爆棚？没有，他就是只对我，只对你。我爸，可是我感，因为我跟我爸比较，我们就是感情比较好，所以就是因为我爸虽然眼睛大概很小，然后脸胖胖的，其实我就知道，因为我爸讨厌一个人很明显，他眼神会用瞪，他会这样子。我爸是这种个性的人，就是很明显的，可现在对他还会笑，所以应该算喜欢。对啦，应该算，就是没有那么反感。借你爸，他也借回来差不多一年多了。哎，有一年吗？没有，半年。半年而已。那你回回不到半年，几个月而已。几个月。哦，对对。收入有比去年再增加吗？其实我说真的。我真的把丢妹接回来，因为你们都知道网路嘛，他就是因为我就是离开一年，他的触及下降很多，所以我现在只是在救，所以我很累，就是因为这个实话实说，是因为网路只要你的流量只要停滞一年，然后一年的原本都是百万的浏览率嘛，可是你就是停掉一年之后剩几千。我要救，其实我已经花几个月的时间，已经有回到没有像当初那么巅峰时期，可是就是终于就是有100万以上，对，因为其实这个很蛮难的，所以现在你说收入嘛，我是觉得就是我先把流量先救回来，对，就是先把客人眼球先吸回来，他们才会愿意。刚爸爸有关心那个就是叔父被抢劫那个共犯被判刑。我爸爸这个事情，他没打给我。那你有看到新闻吗？没有，就是两年前叔父不是在台中的那个，那不是很久了吗？对啊，今天才判。哦，今天判刑。我们在，我没看。你是他有没有关心这件事情？关心叔父。对啊。不熟。他连回家都没有了。他已经很久没回家。我很久没回家。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两年前有啦，新闻闹很大，我记得蛮久，过年的时候吧。嗯，对，被抢40万。对，可是我记得那一他们被抢那天我不在，对，所以我就没有太 care 这件事情。像去年他们都不在家，去哦，对，我去年我们整家都出国。今年年终会发几个？今年年还很久哎、欸，现在十月快11月了耶。你过年还没拼呢、啊，等我们12月过年拼，你再问。对，因为今年这大家都，其实普遍心情都很差，真的都很差。对啊，我希望原物料不要再上涨。